你一下都想，疯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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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疔疯疔疯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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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疯疔疯疔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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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不好？这样我们会乱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猜拳。那就苏慧辰跟廖慧珍猜。决定顺序。剪刀石头布。可以。好了，你们要决定。先叫吗？先叫。先叫。好，先叫啊。来，叫什么？ 叫什么？三声，三声是吧？三声，三声，有，没有，有的，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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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四升，有没有大王牌？来了，五张，不要过来，走开，不要我们队友，全去走，全都有，带走，带走，带走，没事啦，大家都有，大家都有，哎，大家都有，来了啦，三三三，好，我们三个，你们没有，我们两个。他们是三生四生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生部叫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该走来，现在该你，陈玉林。有没有人光看生部就能答对的？我觉得那个好像是宝贝，有没有？杀，直接先杀杀，五定五定，不要杀，我输了，我没事。哎，会不会就是宝贝啊？不要了，不要，不用，先不用，先不用，我们成功要有一点冒险，美丽冒险的，美丽也成功。你说你成美丽，宝贝不要。我们呢，先叫那个伊乌伊那一种的啦，伊已经就搞死一堆人了。可以了，来伊乌伊的伊伊有没有？有，有，哇，也有三万，今天出的好快哦，两个，谁？三个，三个，这有这么快的吗？最快速度，声部也就几个声部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其他都是我们。来一个，猪八戒，这没有一定的啦。好，来来，我们又没有了，是清白之身，太好了。好来，对，空的空的，这边请问你们，玉林哥好空哦，我觉得可以叫孙母哎，孙母啊，孙母，也可以叫玉母啊，玉母哥，这个的好了，的啊，的，为什么叫的？地地比较多是不是？什么墓地啊什么的，有没有之类的啊？来哦，什么？的是，对的。的或特，现在这样还太早了，太早了，随便啦，的啦，撞撞啦，撞啦，来来来，的的的，没有，没有啊，喷，没有，喷死他，喷死他，干什么？为什么？两个，好冷，你要叫大东，那个叫啥？又来，不是啊，不能叫喷，那边就喷啦，哦，控制，对不对？喷死他们，哎。好的，对呀，哪有这样的？最终解释权哦，照叫宝来哈，来，带你们阿达。我觉得我们也叫生母吗？
那我们叫一个，我觉得么有一点意思啊，么么啊，么有没有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加油！我到了，加油！两个空啊，连续叫两个空。一乌鱼再吞一个，阿啦，阿怎么样？好。一乌鱼，结果你叫阿。啊？可以这样，一乌鱼嘴要叫阿。我喜欢，那就叫阿嘛。好难的逻辑。叫阿啊？为什么叫阿？要道理啊！你是不是想我？一乌鱼要叫阿，基本上是没有道理。又叫德，又叫阿。可以啊。我们直接一乌鱼再跟他找一个。你叫德加阿达是不是？鱼好了，鱼鱼鱼。鱼啊，鱼。来，鱼有没有？就一个。有一个。什么？我不要是我们。不可能。怎么？对，不要看我们。哎，漂亮。哎，你叫自己人啊？是我。就出来了，对呀，好了，回到前面，马上就出来，四声，那魏征，我觉得叫个最常见的应该会是鸡，好不好？叫鸡啊，叫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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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常见的是鸡，我们叫个鸡吧，真的叫个鸡吧，真的要叫鸡吗？来，鸡有没有？一定有，有啊，只有一个，鸡啊，有，不可能是鸡叫的。啊，是我们叫的，你叫的，你叫的鸡来了吗？你叫的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太完了。哎，真的什么？真的会不会是纪元呢？四声，两边都四声。纪元呐，纪元。纪元，不要。学校的那种纪元，技术学院，技术学院。你们怎么那么开心一下？好想在这边叫。这边可以刷了，好空啊！好了，四声哦。对，是我们以为是节日，可是我们觉得不是，也不是妓院，因为鱼没有。对啊，我们还是叫个简单一点，嗯，叫一个可能会出现。我们叫那个乌，我们叫乌啊，乌最常见，乌应该乌有没有？都还太早，三个，没有乌吧？他们会在沈玉玲他们有了吧？你叫的吗？我们叫的，你叫的吗？他懂，那就两个。哇，十二。没哦哦哦哦，下手下手，什么不要？哎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。他在哪里？这个，已经忘记了。这个，哦，没带手牌，突然忘记你们的题目了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忘记好，忘记好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表示干嘛干嘛？这里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还是没用。我跟你讲，什么？还早。啊，我已经知道。还是空的。所以你看。他们的声部，有没有三声四声都没有了，对，都没有了，对，所以你应该是轻声或二声嘛，对，再叫一个有的话，大概就是他们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你们叫看看二声，现在该，你都，来，伟忠你们叫，嗯，我先把给你的，你们叫二声，觉得哦。你们好厉害，空不见得好了。我们要叫声，我觉得啵啵第一行哦，这一类的再叫一下呢之类的。我是觉得喝呢，喝出来应该是搞死一堆了。哦，喝哦，喝吗？喝吗？喝，每个都可以加苦啊，桃的喝，对呀，喝有没有？喝泡的对对打有对圆有有哎。你觉得会在哪边？感觉很冷门，就是那边啊，那边的吧，普吧，大概是普吧，那个张文琪。好了，哎，报告自己了，耶！就那么一张脸，叫到我自己，叫到你打爆一张，哎，叫一张。好，来，该你们齐慧，你觉得嘞？我本来，可是我觉得制作单位应该不会出这种题目。什么？例如什么题目？我本来想要叫安呐。叫安。安吗？叫安。建案。建案，又冷，还要猜题目，哎呦，好强哦！要四个，还是要拼拼看？不是，那你可以叫一个，搞不好哎呀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还没，没有啊，啊，他们安好，安好，有可能建面，先叫自己安好，安是，不会是面呐，因为一没有，安一没有，有没有？一个，有一，有，我觉得我叫我自己，我不会，自己要，不要了。好赤裸，可是不是暗吗？不是暗呐，所以他不能想掉，不是暗呐，也很好猜的，那不是见暗呐，对，不是见暗，好猜吗？又好猜了，应该见什么？见面，见人，见自身，应该就是他来，换我们，现在该你们，换我们，他们都很难哎，我跟你讲，再多抓几个，伟文哥他们那个是什么的？什么？鲁迅。
那我们来个单位奖金有这么意义吗？他没有意义，是不是？已经喊过了，没有啊。好，叫土地，那我叫特啊，土地也没有意义，也没有意义啊。土已经过了。如果他的是那个的话，有可能他们这个就是那一类，有可能建案土地。对呀对呀。好，特来个特，来个特，来个特啊，特特一出来他就脱光衣服。脱了。对啦，有没有？有一点超怪的。土地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土来吧，真的他了，土了吧，土了吧，土了，土了，土了哈。对，好会猜啊你们。什么？哦，那对吧？不是一样，一不是哦，有可能一没有啦，一没有啦。还有什么？统还有什么？统结果还不是我们的，那就好笑了。怎么又是你？好，对，他们谁叫的谁摇？耶，漂亮，漂亮。然后在哪边？满屋的水亏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是是是，哎，可以。嗨，持平，知道。好了，回到头来。不是多，嗯，来，大卫森。说出来，我觉得这个特乌翁的机遇也蛮大的，翁蛮大的，桶啊，桶啊，桶啊，对，翁，这都翁啊。可是他们那个下雨也有可能，腿裤，不不，腿裤吧，腿裤，腿裤，呼叫过来，呼叫过他没有啊？对呀，是桶，桶，翁，你要杀吗？你还不杀，我们要被杀呢。没有，有没有？你们一张。漂亮，好了，捅了吧，捅到了吧，很会讲，捅到了吧，对，捅他，漂亮，哎，哎呦，在这里，啊，不是，哎，影，可以了，雾影，我要叫自己的，雾影，还找，不会，没事，自己的，没事，来，那你们讲，他不是同志，我们觉得，我们现在要拼庙会在这边，建什么？建设，对，有可能，师有没有叫过？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叫过吗？我们叫。如果是的话，你们下次就杀，对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师要先表现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漂亮，好险没杀，漂亮漂亮，逃过，没有师哦，来，该你们郑文忠，没有，搞不好他就是土了，会不会是要配合清明节？腿土葬，是土葬，是土葬，土已经没，土已经没有了，土葬你真的有可能，哎，安，我们吃过安，好的，对呀，好。安，叫一个安嘞，啊，安安，叫安你叫啊，一个叫鸡，一个叫安啊，叫来，叫安，安有没有？有，哦，拜托，念一个，土葬来了吗？土葬来了，土葬来了吗？土葬，哈哈哈哈哈，超文气，哦，清明节就是清明节，清明节，你真的懂的，对对对对，你不要以为刚刚已经讲了清明节，像不就做中秋节啦，像哇。好，来，现在张文琪你们鸡叫过了吗？好吗？我们刚刚想了几个，我刚刚想了几个，不是建造就是建构，建构，哦，好像要来一个欧，欧，欧，还是凹，建欧或凹，你说那个凹啊，凹好，或是两个凹，凹比较好，凹比较好，凹嘛，建，你刚刚建造，凹要什么了？凹，造。建造啊，嗯，哎呦，好，抛也可以配，不妙，好，有没有？有一张，建造，就是建造，建造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让你无迹可寻，哇，凹，出乎意料吧，很难呢。还早嘞，还早，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他们两个都没有义乌鱼嘛，嗯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没有义乌鱼嘛，这个什么事可以去拼的？然后他们叫掉的，哈，所有的注音符号，你们看扣掉哪些可以拼得出来一个字的？嗯，来，现在该达哥帮我们。阿达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基本上都有。土葬，对啊，这边什么？项羽，项羽，会那么难吗？不会，但我觉得申达那个应该会符合他。无赖，最好是，没有无赖，不要单纯想要骂人就故意讲这一段。也还没讲到，我们现在冲一个，冲个知或冲一个了，好不好？了看看，知或了看看吗？了，你了，可以。知啊，知吗？知出来那个就好了，知啊，知啊。
知，好，知有没有？有一张，来了吧，全裸了吧？只要全裸了，全裸了吧？嘉伟完全裸，可以了吗？看看哪边还可以帮，也就那边了啊。什么？只能土葬还能土什么？土葬了，全部脱光光了，全部脱光光了，全部脱光光了。这个我们播出刚好也到清明节了，还真的，所以一切往清明节的方向想。OK OK， 可以可以，嗯，来，该你们。清明节，我们有想他们应该是露营。露营会不会太平常了？清明节露营，你是要去躲躲哪？露营啊，土葬啊，很合理。清明节干嘛露营？对啊，对不对？露营要去露营，露营有点冷耶。对，会不会太贴近？贴近。这其他也没办法，没有接不起来。为什么？那还有什么？你说。我怎么说？我们猜一个，猜一个。勒啦。勒吗？什么？好啊，断看是露营。我们猜勒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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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不是的话就改名一下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了。好，杀了吧。杀了。杀一个，先杀一个。没有，可是你们。没关系，没事，杀你不要先想，要杀的，因为他肚子就被杀人了，先把杀掉。好好，先杀他，杀他们就土葬。土葬。苏子成跟姜永文，你们土葬吧。我们都已经入土为安，你杀什么杀？不是，其实你可以选择火葬。你们刚才一出来你就先走吧。一放上来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离开这样。对，土葬杀到没有？裸体啦！喷死他！来，我们淘汰区请。来。两位到后面坐来。这个糖。土葬。好了，哎呀，那他们被杀了以后，来该你们叫。好，换我们。他们呢？他们有入土吗？那就维安，我就让他们吃个润饼好了。哦，润饼。那个阿达他们，阿达他们，阿达他们。润饼杀了没有？其实我们牌够多，真的可以直接杀。杀了。好啊，因为我们大家抓一个再确认。好，那一个支好了嘛。支啊，卷舌支。杀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嘞？我就跟你说，先杀他们。我原本想要叫你，我原本想要叫你叫佛的啦。成功需要冒险啊，因为我们的佛比较保险。成功要冒险。好了，杀一个。不要冒险，不是要冒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每天输一次。来，该你们叫。好，换我们。他们呢？他们有入土吗？那就维安，我就让他们吃个润饼好了。哦，润饼。那个阿达他们，阿达他们，阿达他们，直接杀润饼。哇，这是明姐啊！我跟你他叫润饼呢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他们刚刚说润那个露营啊，不对嘛，那被喷了嘛，那就是你们喷。没有别的拼的吗？润饼，润饼，都拼过了。对，因为盖掉很多啦。可以啊，张文琪真的很厉害。那个各位，所以呢，顺便讲什么？润饼，润饼杀了没有？张文琪，哇，漂亮！太夸张了，对呀。哎，真的厉害耶！真的厉害，这是被脱光了，没有办法。润饼好难哦，是这个单元要通灵吗？项羽会不会就是项羽？我觉得你每个单元都无所谓，应该是项羽没有错啦。可是那边不要讨论，可是这样太大胆了。我们对啊，我们鸡还没叫出来，叫个鸡啊，我们就确认，那全裸好了，让他全裸好了，那啊，也不要浪费杀的那个鸡。好，就鸡。西啊，西西西啊，西有没有项羽？有一个，耶，就是他了，全裸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啊，线，好像也只能放这哈。Oh no！ 对啊，好，感谢我们，好厉害，我们都可以叫到，真的。还有一个词还没有出来，清明节的吗？哎，对，清明节好像没有特别深，大部分是清明节。建设有可能啊，建构，可是。歌不是弹过，歌哦是没有，还没跳过。哎，电啊电啊，还有什么？歌，喂，健健健什么？哎，健四声，无奈，我们叫一个，那叫还好。欧叫过了吗？建还没。欧建省，哪个欧？建欧什么？哪个建构的？建构欧欧欧啊？还没，欧还没，不对，欧还没喊。欧啊，欧欧哦，欧有没有？有一个哇！完了完了，为什么不早点杀？哎，哦，我们自己呀，有叫就有。
这样好，公平，这样公平，这样公平，可以可以啊，很棒，跟你找自己的，我们吃了很多，那我们要不要杀？先杀，先杀，先杀，再杀，杀一个，对对对，那个叫做项羽，项羽，项羽，杀那个张文琪，我两个姓，两个姓张的，那个张张二人组，姓姜，项羽，项羽，杀到没有？杀到啦，可以挂了。项羽，哇！其实阿达很早就说项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啊！我们本来在想下雨。哎呀，哎，我们的，那他，我怕他们用不到。好急哦！我们沙牌还这么多。对啊，我好多。可以可以，那我们直接先杀一波。不要啦，不要，等一下。跟无病有关的，还有一叫，放我们吗？对对，跟你们叫。一样是四声，还没出现。剑内，为什么？呢还没出现 ，A 也还没叫。剑什么？他每次搞个剑内，剑内，杀他这个剑内，要杀吗？还是要叫？你这个剑内杀，各位，你真的要杀牌？杀一波，我们来，剑内杀到没有？太厉害了！怎么会有剑内这个鬼东西？一比一啊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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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个嘞，凹哎，凹跟那帮牌很多，来过去过去过，那我们牌这么多，好了，该你们叫。我其实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的，不过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的还不好猜。我大胆的推断，他就是符咒啦，还能怎样？对啊，对不对？符咒，吓到了吧？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抱歉，其实我们牌够多，真的可以直接杀了。杀了。好，因为我们他就抓一个再确认再。好，那给个支好了嘛。支啊，卷舌支。好，好支。哎，支出来就支出来就支出来。支啊支啊支支支出支出来就那个了嘛。支有没有？他自己都两个。有吗？两个。他杀不了我们。那我会。一个两个。我们杀他们，我们杀他们。我们先杀。我们杀他们。你这边乱枪打鸟，那怎么杀了？招牌，招牌。你们杀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嘞？就是招招招！我就跟你说，先杀他们。我原本想要叫你，我原本想要叫你叫 Fur 的啦。成功需要冒险嘛？因为我们的 Fur 比较保险，不会有 Fur 凹这件事情。哎，你好像比较就一步之差。还有还没有？真的就一步之差，来可以叫疯，使出沙哑，一口气，他拿三个牌子杀了，杀爆你，什么招牌？因为哦，那个一无一没有啊，还有很多我们的字母被叫到，所以根本就要拼，对啊，而且声部也都出来了，然后先杀，叫疯，对，好像叫疯就还没事，因为没有招，没有招牌。有没有？没有招 A， 要高招啊！招没有，就是拼不出来了。啊，对啊，招招。我本来想要更确认，太确认了，确认到我们自己了。来，招牌杀到没有？你耶！快拿！哎呦，哎，这答案就是符咒啦。命好大，命好大。一步之差，对呀，不相信自己，你还相信自己？看好看，真的哈，对，本来该输了我们，真的，哇塞，你刚吓死我们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招牌那么不是杀牌那么多了，对啊，拿了招牌，搞一堆牌在那边干嘛？带回家，杀了，好可惜哦，来进行 round two， round two。Round two， 现在一比零，耶耶啊！我们要全力求胜了，碾压！我们连输两次，从我们里面找两个。对，我们现在要知道全力求胜了，好不好？阿达要加油啊！要加油！你旁边那一个，哇！好不好？好努力！我完全没有求胜的欲望。好，你侬我侬，等待着大家你侬我侬啊！准备。那卫生局长说，就让我们这队输了。对啊，他抄到我。你们叫处罚，我们叫他要用餐呢，不一样。定时，好，准备，我们输家先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叫牌。我们随便撞一个好了。好，预言哥你想？那就一乌一那一类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那就乌好了，改乌。乌乌来的乌，乌鸦的乌，有没有？有哇！漂亮，两个，还两张，还好两个，但是多两面，对面，同一个人是不是？对面，对面，别了，对面，对面，不要看我，等下有谁不懂？对面，嘿嘿。
哇，太重要了，好会讲，好会讲，哎，接近脱光衣服了，他们也没有了，已经脱光了一段时间，刚开始哎。还好我们两点还吃素，知道吗？糊涂，糊涂，糊涂，糊涂啦！你看我，不是每一集都跟清明节有关啊。刚刚又入土，然后等一下验尸，你疯了，你入殓。来，我们叫三生，三生呢？三生没有啊？当然有，三生有几个？前面快一点，你也不知道啊？哦，好，两个。不要笑人家好不好？你们也有，没关系，一个一个三生能猜到，那个是叫什么吗？没事，没事。三生，那他们不是入土，他不是入土啊？不担心，不担心，没有啦。好，来换变法球，有意思。阿达廖慧珍，我们要把中间叫掉吗？我觉得糊涂的话来个二生就有，我不觉得这么糊涂啊。我觉得二生，二生，对，应该都他们会平均分配了，有看有几个而已。对啊，有几个？好多个。一定有，有我两个啦。啊，你这不要。只有一个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有可能。不紧张。应该加头要有。有啦，两个啦。真的假的？你们觉得他们是什么？两个。两个。不会吧？糊涂的，呼之欲出。哎呀，糊涂！真的假的？不要，没有，不要紧张。好事，好没有，来一下吧，你们那么干净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两个啊，那什么？啊，你们那什么？我们两个，蛮有可能，因为他已经剩三个了。哎，两个二生哎，我们是什么啊？哇塞，你们也有啦，我们很多啊，很多啊，厨余基本上有。好，杨胜达、江伟文，请叫牌。直接缩小，缩小一点好不好？大幅度的砍，一乌鱼再杀一个，一啊，先把一喊出来，一啊，一很容易中，厉害，一一定有，有几个？不会弄到他自己。对，一四个 ，Oh my god， 到对面了吗？冲过去了，不可能啊。没关系，小事小事，对不对？不影响，不影响。一，所以是，一个就好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对面，对面，一个还好，一个还好，还好。对面，哎，有没有？你用过来，对啊，有四个啊，你有四吗？有四，有，你们觉得你们有吗？两个，来吧，两个，这样讲应该就两个。很懂，我来是主持人，没错，懂你的套路，出来了，没有。什么疑？越来越紧张喽！叫娄星彤跟曾伟忠要杀谁？没有了。我现在有想到一个词，但是因为我们跟奶哥一样，所以那就讲啊。什么？你目标是我？这样子你就要怎样？没有，我们想要叫一个确认一下。叫什么？那你要叫什么？可能是不行啊，搞不好是我们的，等下讲出来。因为我们跟奶哥他们安好了，安。昂啊，昂羊啊，昂有几个？昂，哦，哎，不少哎，只有两个，有，都可以接网，给哪个一个？给哪个一个？对，哪个我要两个？昂啊，对啊，为什么我就要给他？对不对？昂。昂首，对不对？怎么吗？不会吧？我们没有啦。哎，哇，要有的，完了。另外谁？另外不是我们的吧？我们自己吗？出来。怎么了吗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马上抢，对，抢好了，行了，可以了。不用了吧？对。哦，对。应该是给奶哥了，给奶哥了。奶哥羊啊？什么？羊啊？什么羊？不晓得。羊怎样？哎，不是哎，什么姨？安姨，安姨。来，快点嘛！来，苏子成、张启慧，没那么快啦。鱼啊，鱼，一乌鱼的鱼，全叫完了。戒音鱼，当然有，而且只有一个。只有一个，这么会叫？是谁叫的？我们。记清楚，你们很有贡献呐。好，那只好给他们喽。好，很有贡献，你们很有贡献。太棒了 ！Oh my god！ 鱼叫到自己。对。换这边。我要叫一个沈玉琳跟徐凯熙，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芦荟了？了也可以配绿也可以，都可以配，了都可以配，都可以叫个了，叫个了，了啊，了有没有叫的好多？哇，好多，完蛋了，有了，好多，厉害，他有多开对不对？他有，他有，他自己这一把就出来多了，这一把，哇塞。我都快了，我没有脱光了，他不
多了，我们想吃啊。对，没有太多光，对你比较好啦。这样还好啦。对。你要考虑到我们啊。来，而且阿达不管坐哪里，到底是明啊，是的，还有他有凉，来一个吧。有可能是凉，没有昂。我想要钟离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给伟文哥，给伟文哥，也有可能啊。啊什么？森达那一组。有啦，那个加条他们一定有。榴莲没有，也很有可能。榴莲，或者是铝，太好看了吧？铝，有点花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雨梨，梨，啊？麦克下面。哥，什么？没关系，我先走，我也累。我还没玩够哎。雨梨，好，很好哦，越来越清楚喽。梨跟他们一样啊。换谁叫了？来这边，李，来哪个林正义，请叫牌。他那个二声的啦。对啊。我觉得阿达跟那个慧珍那边比较好抓。嗯，比较好抓。这样你也抓得出来。哎呦，什么字可以配莲，对不对？什么莲？安吗？莲。安莲嘛。他们这边好像也是。因为或者是李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什么李？阿莲。啊。声部要多出来一点，来，要不然话出不来。声部再出来一点，声部。安，安呐，安，平安的安，安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判断错误，没有安。换，加油，廖慧珍阿达，请叫牌。冲一个，冲一个雨林啊，冲一个好了。你要杀啦，直接杀吗？还是你要直接杀吗？你不要雨林无辜。成功要冒险，好了，杀雨林冒险，成功冒险，成功一定要冒险。等一下，我每天输一次，我有赢，我有赢，我一定要赢。我们再探讨一下好不好？成功，杀雨林，不是你要杀谁？杀无辜还是雨林？确定？应该是雨林。阿达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演败家子的样子？好挥霍的那种。其实我们刚才猜女林或是雨林，嗯。太难了，对，雨林就是热带雨林的雨林，对，就是雨林啊，要杀哈，杀雨林，张奇慧跟苏子晨是不是雨林？没有，快，大家浪费张卓爱死，我死了，没大家四声还没叫，杨森达、江永文，请叫牌，声部是不是声部要多出来一点？四声还没叫过，声母，你先叫，先叫四声，再叫一点，那就叫四声叫掉。四声要这么四声一定有，有几个？有了有了，都是我花了不少嘞，一声。都是哥，我真的好舍不得你。你这样甩会？他们没那么过去那边，过去那边，过去那边，哪里？这边，这里，这里，对不对？你们已经出来，对不对？知道他是什么了？来，杀！可以杀了，可以杀了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可以杀了，不着急，还没换刀了，来，你们叫还是杀？杀，他不是要知道自己哦，要注意到自己的牌哦。你要不要先杀一个？已经杀了一个了啦，浪费一张了。那他已经勒了。声母要多出来一点。无辜，但是会那么。少吗？那我们先叫一个哥啊，哥吗？哥嘞，哥哦，哥应该不会叫到我们的哥哦，你们不会叫到，因为你们是分离的。不，分是一只。来什么？叫还是杀？叫哥哥，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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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哥，哥，漂亮，悦耳啊，好贴啊。哥有没有？当然有，哥哥，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呀，哥哥，来，好了。港阿达，怎么可能？什么？对了，没关系啦，就吃一个嘛。为什么？没关系，这是脏话，赶紧。喂，不是，为什么他哥哪个的答不像？杠铃，杠对，杠铃老师那个杠铃吗？杠铃，换苏子晨、张奇慧要笑要杀，杀杀谁？收，那我们要杀十四。凤梨，水果，杀谁？杀姜伟忠，杀他们的。对，杀凤梨，凤梨本来买来，翁来，凤梨本来买来就是要杀的。对，确定杀凤梨？确定，这么简单？这么简单。凤梨杀姜伟忠跟娄欣彤，杀了没有？好吃啦！太冒险了。成功是需要冒险的。对，我们听取你们的话。来，杀牌给隔壁。来，两位测，再去吃一个糖。对，来，他们叫换，这边看到一个要叫要杀，因为我不叫了。是哪个吗？杠铃吧，杠铃，杠铃，杠铃，其中那杠铃，其中那杠铃。教你怎么出这种杠铃？没有乌，没有一啊，那个是杠，杠。
杠什么？杠子头，杠子，真杠。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，有四张一样的就要杠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没有别的，一跟乌都没有，那就一定杠。要叫要杀，我觉得杀杀，玉林觉得不要了。好吧，杀，我相信，杀收，我相信你，杀谁？奶哥，奶哥跟林正义杀到的是杠零，杠零，杀到没有？我们也想杀。奶哥又是第一个离开的，我杀一张，我们也可以杀一张，杠零真的蛮难，我们有感觉了，我们起起立，我们也杀一张，来杀牌给隔壁，杀牌，拿过来，我们有感觉了，我们有感觉了，刚刚凤梨出来我们就有感觉了，我自己都想，另一个是杨森达、江伟文，杀，你刚刚凤梨十四，杀，收，杀谁？阿达那边应该也是十四，嗯，隔离。隔离，现在要隔离十四天，早就被关起来。隔离，隔离起来，隔离，隔离。哦，你是说的那个疫情的隔离，对，隔离，还是我们吃的隔离，他们隔离，是不是？隔离有可能哦，有条件隔离，隔离，三号的隔离杀了没有？大家都好棒啊！杀牌给他，我去隔离了，你们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来。你们一定要赢的，你们一定要赢啊！女灵掉下去了，女灵了，现在都是你们发问，杀或叫，都是你们来。那个齐慧跟那个再来一个声母，再来一个声母，跟子辰哦，那个非常的有悬念。上面只有因为只有鸡七虚举什么举什么云灵举什么，或是云灵举。哎，什么？等一下，喵！你不要执着在鸡七虚上面，它就是虚，它就那个雨。然后呢？雨，不对呀！一个不小心就脑袋宕机闹笑话，效果笑呵呵，完了，笑死笑哎！笑，你太可怜了，你家不在场的艺人竟然躺着也中枪，后宫漂亮，后昌明。你为什么每次都会有效果？天才冲冲冲！叫，都是你们来。那个齐慧跟那个再来一个声母，再来一个声母，跟子辰哦，那个非常的有悬念。上面只有因为只有鸡七虚举什么举什么云岭举什么，或是云岭云岭举。哎，什么？等一下，不要喷你，不要执着在鸡七虚上面，它就是虚，它就是个雨。然后呢？雨。然后，不对啊！不是，我本来也是在叫个声母，再叫个声母是云林呐，女林那边应该是选什么的，可是啊，那什么啊？来，那我们先用西看看呢，雪莲吗？天山雪莲有可能，雪莲，雪莲，西看看，西看看，先西看看，对，先西看有没有，看会不会，先西看会不会出来，好不好？出来，先西好，对呀，看那个会不会出来，搞不好一西成主顾哦，对呀，西出来没有？就是要把它给吸。天山雪莲好了，可是安没有了，安没有，雪什么？啊，凯西，加油啊！许良啊，雪梨，就是个人哟。现在出来的蛮多的，换我们，苏子辰、张齐慧，我们想要叫上面的，叫什么？我们叫一个诗。知啊，知乎者也的知啊，知卷舌的知有没有？当然有。知在你们那边，我吗？那边是不是？对，那边那边那边过去啊，叫的正好。Yes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没有没有杀了，没关系。砸换我们的，来，凯西，大胆讲出那两个字来。是雪梨。杀苏子辰、张齐慧，脸都硬了。对，雪梨杀了没有？啊，杀到了！杀到了！漂亮！一比一，厉害！刺激哦！加油！哎，我们牌用光了。退！他们现在换，不是按他们第一行是你们。杨森的江永文要叫要杀，我们要你们杀牌剩三张，我们直接杀看，真的杀的，毫无头绪先杀一波。我好想听你为什么要杀？杀什么？我们猜是什么掌？对，要不然就是掌，手掌，要手，不是二三掌，二三手掌，
二声哎，二声啦，二声。哎，对，欢迎不讨论，欢迎不讨论。不对，厂长不对啊。猫。猫。他后面围观的民众演得很好啊。班之一声，对，是长。来，杀什么？男长，成长，是好，好了，成长。什么成长？成长一个人的对成长，而且什么抽象的名字？成长到了一定的岁数就会嗝屁，就跟清明节有关了。太硬了啦！现在没有清明节了。成长，成长，成长，懂了没有？啊，没有。还以为有，还以为有。要叫要杀。我们这样，玉林哥有个想法。对，因为真的还没出，汲取上次的教训。我们现在不杀的话，等一下话我们就被杀。对，你要杀吗？你是几个杀牌？我觉得可能是图画，有两张杀牌，图画是图画，所以我们要因为四声没出来，喝也没有，杀也没有，喝也没有。我们要不大胆就讲图画了，因为我怕喝一讲出来就我。好，我信你，我信你。结果我们就被他们杀了。没有拼要拼，这是因为我们输嘛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呢？图画。杀！你要吗？杀死我们！杀！图画！杀不杀我就杀了！杀死你！跟你讲，图画！大家都还是好朋友，不要这样。杀他的，杀他图画的，图杀江尔文，杨森达图画杀了没有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杀死你，杀死你，杀死你，骗你，杀，办得办，讨论出来了，讨论出来了，杀的，杀了，杀，杀，刚刚成长不对，我们觉得是排长。当兵的排长，当兵的排长怎么排长？哦，因为 I 还没出来吧？喝跟 I 还没用嘛。园长，你们刚刚那个什么那个声母没有出来，没有四声出来没看到。因为他们这个题目是这，我们这出来这是算见了一个。他是一声啊，哦，他是一声。一声啊，排长该走，该走了，排长可以走了吧？杀了没有？那会不会是什么花？声母少一个，没有，我们没有知道四声出来了，会不会是童话？四声出来啦，对，童话吗？它是一声，那个是一声，是什么？轻声，轻声哦，所以是最贱的一声哦，这个很难，哇，这个真的很难，很贱，它是叔叔，叔叔，叔叔。就算撕出来，打出来，你不去想叔叔这件事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出题你不懂吗？啊，不懂啊，这个好难哦。好了好了，我以为不是这样教的，不懂，不懂了吧？你懂我了啦？快，这样会这边用餐的啦。1-0，恭喜奶奶的获胜。阿达的脸，61，两个字都出来，你还好了，静心，你侬我侬，准备就位。恭喜太难了，好玩哦！你在那干什么？开心。用餐。用餐。在等餐，那个napkin 把它拿来，餐巾，没有，我要认真，我刚才还是有认真在玩哦，我还有胜负心的，知道知道，对对对，我在洗，但我也很饿，我在洗盘，你有看到没有？有，因为队友这边都有吗？都有，没有人事件要对到。阿达你怎么了？大家都是有人，我们可以开心点吗？你们在录影是不是？啊对，不好意思，来。抽到什么？请抽两张鬼牌，你要他抽到鬼牌，那我第一张好了。第一张啊，第一张啊，对啊。我最后抽啊，再给我抽。哎，我觉得之前喝什么苦瓜汁那些都没有那么紧张过。你干嘛一直问？反正你要叫他们开心点呐。真爱真稳，是你的就是你的了，命中注定。来，你们现在是不是很想？向伟中开。好。鬼牌。龙心龙卡，阿达，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说不定你是跟凯西耶。对啊，对耶，凯西耶。如果是跟玉林哥，他的三件只有四分之一的机会。我觉得我的运气。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应该不会差。五万就开，请看。鬼！会做效果。还有可能凯西啊。凯西，你就不是我们这一段，我就想有点少，想看，要不要换？等一下，要不要换？
啊，都一切由天啊，一切由天，上天给你安排就是最好的。真的没办法。啊，我们两个来换。不要看那陈彤，不要看。哇，那先开你。先开我吗？一，应该先开他。先开他，先开他。好，一二三。不要弄，他混掉了。我跟你，你是很开心的。你们在玩什么？没有开心，开心，换到了啦。哦。你们在这样，陈哥要退，辞退了。我跟你讲，来一起看，一、二、三。陈哥，不是马力哦。我花钱买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出通告费！怎么会是我们两个啊？天哪，好看呐！今天陈哥很多，陈哥真的不要，对，每次都有陈哥，男陈哥跟马哥啊，都是高点，都是高点，对对，上次也是，对，六，可以可以，五秒，先讲好，不要伸舌头，我可以冲破他，不要再冲破。眼睛要打开吗？眼睛要打开吗？要胡渣把它戳破。对啊，来哦。好浪漫哦，刺破。哇，我好清明节哦。手不能抓着哦，这入土的音乐。快快快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好久没看到了。牙医过的，谁遇你？两只手都没了，加害者，我的牙医出血了，好吧，来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现在跟起来的，天才，冲！